大家好，我是柯道伟医师，我目前服务于大肠直肠外科，我的专长是外科手术，那特别是大肠直肠外科的微创手术。那这些微创手术包括了大家熟知的达文西机械手背手术、3D 微创手术、2D 的微创手术，以及一般传统的大肠直肠手术。那我另外一个专长是肛门手术，这些手术包含了痔疮手术、瘘管手术以及相关的肛门疾病的手术。那我第三个专长呢是做大肠镜，大肠镜可以帮大家找出大肠里面的病灶。到我的门诊，常见的病人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。我现在服务于大肠直肠外科，那其实还有一个疾病的重点，也是我的服务的项目，就是肛门的疾病。所以其实我们科的全名应该叫做大肠直肠肛门外科。所以来到我的门诊的病人呢，除了大肠直肠常见的一些疾病，比如说你在临床上可能会有肚子痛啊、拉肚子啦、排便习惯改变啊、便秘，甚至是你会听到病人跟你抱怨血便啊，然后我也有解黏液便啊、肛门疼痛啊，这个都是门诊很常见病人进来跟你的一些抱怨。那这些也都是跟大肠直肠甚至肛门有相关的疾病，所以你如果在日常生活上有遇到像类似的一个临床症状，如果你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，那请你挂号到门诊来，那我们会给你专业的咨询跟诊断。谢谢大家。